有梗有料的艺人专访，就看有你 talk talk tal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傅红毅。对于自己的单曲《暧昧孤单》有什么想说的？因为这首歌是我出道时候发行的歌曲，所以肯定有很多的不足跟没有准备好。之后如果有作品的话，想好好准备一下，然后呈现给大家。结束了《青春有你》的录制之后，还有哪些新的活动和计划呢？近期我有参加一档新的真人秀节目，叫做《花样中国》，然后它是在北京卫视播出，总导演是张艺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观看。被称为大长韵一，这个称号的由来是什么？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养生的人，经常会带着小药箱给大家送点药什么的，所以粉丝就会叫我大长韵一。我很喜欢这个称号，因为让大家记住了我，所以谢谢粉丝们。有分享什么药给你在大厂的小伙伴吗？这些药大厂的小伙伴都有用到，像管乐用了发烧药，然后杨宁用了鼻炎药，又为跟姚池用了那个胃药。请你在三十秒内秀出在青春有你里和你有关的你最喜欢的三个梗。大厂御医，活到100岁，还有养生十号院。因为我们那个宿舍孙乐林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跌打管，就是他会给人家按摩。印象最深的粉丝应援手幅是哪个？第一次舞台的时候是豆嘛，当时想着就没有什么人帮我做手幅，让我看到有一个是我后援会做的一个竖条的手幅，豆的那首歌是中国风的，然后那个手幅上画了仙鹤，就很符合那个主题，我就非常喜欢，就有把它带回宿舍。觉得自己的时尚感好吗？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耐看的风格吧，对，大概是这个风格。平时自己会有一些搭配的小技巧吗？尽量身上不要超过3个颜色，然后主要以纯色为主。有什么想要对粉丝说的话吗？因为粉丝们前一段时间在青春有你认识的我，但大家因为要帮我助力，所以都非常的辛苦，每天都要熬夜，然后希望大家照顾好身体，多吃五黑粉，跟我一起唱一下。五黑粉是吗？五黑粉就是官员知道的。请爆料一件自己最有童心的事情。两颗豆吧，很喜欢蝌蚪，然后想把它养大了放走，然后养着养着这个蝌蚪就变成了蟾蜍，养成了癞蛤蟆，所以它就满身都是点点，我就从小就有这个阴影，就以后再也不想养蝌蚪。有给你的小蝌蚪取名字吗？没有，它好像长大了就叫豆豆吧，它背后都是豆豆。听说你非常擅长整理，如何做好人生和物品的断舍离，你自己的标准吗？从观念上，就是不要给朋友添麻烦，不要把事情弄复杂，有来有往，有借有还这样子。然后物品上后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说你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周期，比方说1周，然后在这个周期内你可以计算你这些物品的使用频率，如果你1个月都用不到这个物品，那我觉得总会有帮助的。在训练生阶段，哪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最崩溃的？熬夜加吃盒饭吧，有肉就是纯素菜，然后我们大厂评价出最好吃的菜是萝卜干咸菜，我之前熬夜可能就是熬到2-3点，但是在这里面熬夜每天几乎就是前几天就睡1个小时。作为一个养生男孩，像这种连续的熬夜，你会有什么办法去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一些吗？在熬夜的时候我就会吃一些维生素 B 族 B6 B12 这种，然后吃维生素C， 尽量的多喝水，让自己的代谢好一点。请回答我们上一期嘉宾的提问，你喜欢吃火锅吗？超喜欢吃，最喜欢吃的是老油锅、牛油锅那种超辣的，吃完了就喝酸奶养养胃，这就是先造作再养生。请你为我们下一期采访的嘉宾提问一个问题。因为我最近狂热的在迷恋猫，就是德文卷毛猫，马上就要养猫了，所以如果你养宠物的话，你会养猫狗还是蝌蚪？对，如果我是9，那么你就是3，因为除了你还是你。咦。